哈喽大家好，我是 JJ。 今天呢要去一个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然后一直都没办法去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我室友他订了这个地方的票，可是他今天没有办法去，所以我就要跟放去这个梦想中的地方，好吗？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它叫 Barbican Conservatory Garden， 不知道有没有 Garden。它就是一个室内的一个花园这样，然后它是伦敦最大的室内花园，就是比 Kew Garden 的那个还要大，所以非常的期待。就是我这么喜欢植物这样，它要进去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订票的，好像你一般你也可以在那边看，可是没有办法看到全部，然后也不会有人解说，那它的票是免费的，你可以上网订，我会把那个资讯放在下面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那里，然后等下骑脚踏车过去，所以走吧。好了，准备要出门，骑脚踏车。这边骑到那边大概15分钟而已，所以很快。然后今天穿了短裤，那我今天把那个又往上折了一卷，不知道会不会太短。可我觉得好像这样蛮可爱的，放远一点给大家看。这样。蛮可爱的吧？然后啊，今天穿的是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开箱塔罗牌的时候的那双鞋，新鞋，希望不要被弄脏，超怕白色鞋被弄脏的。好，我要骑脚踏车了，我没办法跟大家录了，好吗？到时候再跟大家说，拜拜。看一下今天的天空，不错，天气不错。我到了，后面就是 Barbican Theater。然后啊，题外话，我有一次啊，在这边等的时候，这边是他那个车子出入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大门口。我在那边等朋友的时候啊，那天是来看《哈姆雷特》，然后是日本人演的那个版本。然后那天竟然就从这个门里面跑出来演《死亡笔记本》的那个男主角，我不知道他是叫什么名字，因为他那出戏就是他演的，他来这边演《哈姆雷特》，竟然就在这边，超扯。你有化妆。没有，我没化唇哈，没赶快化。因为你要戴口罩吧？应该吧。我们现在在等，因为我们就是大概两点半的开始，可是现在才两点。然后这个人他就想说要介绍一下他的脚踏车。我们进来了，然后 Barbican Center， 然后啊，进来要检查包包，然后要就是洗手消毒，然后还要戴口罩，所以代表这一段我都要配字幕。好烦哦，讨厌配字幕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然后我原本以为他会有解说，结果我就是解说员，我是解说员，他当解说员，我要解说给你们听吗？好，然后他说一定要戴口罩，所以我全部都要配字幕。这些根本就是植物店都会有的东西，好吗？我家也就有啊 ，Rubber Plant、Syngonium、Happy Lily、Fern， 就这样。然后还有那个这个我们家也有。这个在网络上五磅就有一盆一大盆。然后最大的是那个 Fig， 是 Fig 吗 ？Fig Tree。对啊，就这样。这厕所都有，台湾厕所都有。我们现在刚进来，然后看看就觉得好像很不怎么样。对啊，很不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经过第一区，就是拍照区，然后刚拍了一些美照，放上来给大家看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礼品区。好了，我刚被骂，我这集都没有录，可是这边就是每个地方都一样啊，就都是植物，这蛮美的。就是我会把那个网美照放上去，这样。龟背竹很漂亮，它里面很多龟背竹，长得这么大，这样子是蛮可爱的啦。如果你喜欢植物的话，可是就是很像台湾哦。你看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够台湾的感觉？再来几个，就是莲池就变成莲池台，还有这个很好吃的东西，什么？川七啊，川七啦，不是啊，三叔啦，很好吃一定要配小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绕了一圈了，好累哦，逛到好累。我们绕了一圈了，然后大家出去了。我觉得基本上不太需要来，因为可以来我家看就好，因为这些植物根本就。没有照顾得很好，我觉得它是很多植物啦。可是大部分植物其实你在一般英国的植物园或什么的都不是植物园，就是一般的卖植物都看得到。对啊，没有到很多特别的植物。不过
如果你想要无聊来，反正这边不用钱，是蛮酷的啦。可是要排队、嗯就是，要你要上网登记时间。我们要出去了，结束了，大家可以在这边捐钱。那可以拿钱吗？不行。现在结束了，我们要在旁边讲一下感想吗？为什么你在黑黑的、啊？对啊，是你这个镜头的关系。我觉得要评什么颜色？我觉得不知道哎，就是约会可以来一下，可是是里面植物没有到我想象的这么厉害。如果真的没地方去的话，可以选择了。那记得要上网先登记这样。然后它是伦敦最大的室内温室，所以可我觉得 Q Garden 比较漂亮。我没有真的买票进去过哎。你说那边怎么进去？哎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！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就是可以来看一下。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下次见。有什么想去看的地方也可以留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看起来好年轻哦、喔。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看完了。看、啊、我的掉，不要飞，口罩飞走。我们现在看完了，可是呢？那我可以说谁比较美吗？那是你啊，这位。是那个成语是什么啊？叫“王美一日游”。不是成语，美如比花还要美的那个，有个成语，比花人比花娇啊。对啦，好笨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有没脑、啊，也没胸啊。哎、欸，植物看不太够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去一间在 Shoreditch 那边的一个，一起打断我，在 Shoreditch 那边的一个花店，这样来看一下有没有漂亮的花。好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刚刚的结论是，一般的植物店就可以来。我们就来跟你看一下，植物店比 Barbican 的 Conservatory 还要强多少倍。这附近有三家，所以我们就大概排一下给他看。这边就是东伦敦，这间我常来。那我根本就不用推荐大家去看那个、啊。不用，你就来这边买，可以直接买。或是去哥伦比亚花市就好。对。好，来看一下。